前进东台湾花莲，吴欣盈抢妇女票，但 QA 这桥段，妇女后援会成员发言一秒惹怒花莲人。刚来花莲的时候，会觉得怎么这么多原住民，因为我在台北真的很少看到原住民，还有整个草丛遍地都是。那我来讲，对我这个都市人来讲，我真的有点怕，连走在路上我都会怕。那我们自己在家，我可能一个礼拜可能都见不到他一次，我是假寡妇的感觉。鼓励大家就是勇于爱和白头偕老，维持个快乐家庭，才有离婚率其实太高了。凭原住民言论充满歧视，接过麦克风的吴欣盈没帮还家，再澄清 Johnny Walker 是中国人版的爱喝说法没问题。也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。我想强调就是说是华人的文化，婚丧喜庆啊，吼，办多的物件都不能有这款物件。大胆表态是中国人，就连立法院官网经历也放上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，但打开杰出女企业家官网查询，指导单位明定由中国全国妇联会指导，简介任务第八项就是加强港。港澳以及台湾等地妇女组织合作，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。高层级的统战组织右上还放上了习近平关于妇联工作重要论述连结。吴欣盈遭质疑是帮统战组织背书吗？肩负了统战的任务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妇女或是商业上的联谊会，都是我被动式受到。我有思考说，官网上面我是否要把这些奖项都放出来？在2011年的时候，这个时空背景，两岸是有对话的。自认中国人，但吴欣盈选的是台湾副总统，选民关注两岸政策的思维以及如何在变局中踩稳台湾立场。三立凯军吕燕、翁文轩台北花莲报道。